三名，不用担心，好伤人哦。雷拉，恭喜雷拉，来来来来，他请就位，得到第三名的殊荣，觉得他是第一名是不是？他好歹也第一、第二吧，三十。因为雷拉他的作风就是讲话比较大胆，通常这种都是大妈妈不上个年纪的。你最老，你全家都老了。我跟你讲，人就很奇怪哦，是很多看起来很年轻，其实年纪有很多很操劳啊，有些看起来就操劳，其实年纪还很小，很奇怪了。女生最忌讳就问年纪，对不对？女生最忌讳的其实是长得老，就是。你年纪其实没那么大，但是长得老，身体的状态比较重要。Hello， 对，你现在是在讲自己的优势，娃娃脸嘛，没有，因为不管他几岁，永远看起来都小小的，没有啦，个子娇小了。今天我们是要公布年纪的，哎呦，不如由你加入吗？我吗？我先吗？从你开始嘛，你应该没有在忌讳谈这个的。我33，要34了。啊！哇塞！哎，原来是这样。三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。大家都要这样就对了。好啊，你还话给声对不对？这不行啊！大家有看到我们后面有一排的椅子，有没有？很可怕，对不对？这既然出现了，椅子不可怕啊，椅子不可怕，可怕的一号上面写一个罪。还有哭哭，哎，哭脸了，哭脸。很伤哎！我们经过50位男艺人呐、他们根据眼睛的一个目测来判断他们的年纪的一个排行，所以他这一个排行来讲，就是我们纯粹主观角度看你们，对，比如哦，我觉得啊，他应该是什么啦啦啦，做出一个排行，是第三名，请上黑板来，在这里，好厉害 ！Oh my god！ 第三名，这第三名还好，好像还有点，第三名是中间，第三名是第三老。OK 的，第三老哦，对，算是有点偏老，偏老，但不算太老，不算太年轻。对，因为这个第三名在撑，大家眼睛看到，我就觉得你应该这个年纪蛮老的啊。第一名是最老，对，第三名 The winner goes to， 哦，好，不要难过，反正还有一二名在撑，好，第三名不用担心，好伤人哦，雷拉，恭喜雷拉，来来来来，他请就位，得到第三名的殊荣，第三名。你们觉得他是第一名是不是？他第一，他好歹也第一、第二吧。这是他们认为你应该是几岁？对，好，雷拉27岁。他们认为你是27岁吧？对对对对对，好，没破三的，我给你贴一下，贴一下，贴一下。不是27，给他贴起来，给他贴起来。当然，这个是大家一个主观的一个认定，对，好不好？好，27岁，好。那么我们也看看是这些男艺人大家票选出来，我想知道谁讲说法，好吧？请看。克雷拉最长的时候，我知道他没有几岁，大概在22、23吧。但实际上看起来应该可能最近工作比较忙，看起来应该27、28岁了。24吧，我爱他。哎呦，因为他看起来样子是比较成熟一些。30，因为雷拉他的作风就是讲话比较大胆，通常这种都是大妈妈不上个年纪的才会有这种言行。雷拉应该30几岁，应该是有历练的女人。他这个整个的样子还蛮像那种28岁 OL 的感觉。24，我猜他的视觉年龄大概26左右。雷拉看起来像30岁，因为他的妆感感觉比较厚，然后他应该黑眼圈，应该是有经过一些社会历练，然后年龄大概落在30。雷拉，我记得雷拉好像有个小孩了，所以以现在这个年龄来说，有非常多的年轻妈妈，但是我记得雷拉好像没有那么小，所以加上有小孩，加上我平常看到他影片的成熟度，我觉得他应该有35岁左右，35岁。他也太老了，这些人讲话也太不客气了吧？凭什么？哇，雷拉算是这个很年轻的辣妈，就自己人来讲，这视觉看起来才大概真的是22、23而已。雷拉不用讲了，雷拉因为他的行事作风大胆，然后再加上他每一天跟这个
像是孙生啊，或者是像伟哥啊，酷炫啊，他们在就是大家都一起工作嘛，他自然而然他的年龄怎么样看起来都大概只有18到20岁。的确，你旁边的人真的会影响你，因为那个伟哥啊，跟孙生的智商其实都，他们的智商比较有幽默感。28岁左右，是只要他大浓妆的人，年纪就会偏老。雷拉如果单看这样，我觉得大概猜他30。雷拉，雷拉，很漂亮。放错重点啊！如果我是男孩子的话，我也想要去追这样的女孩子，应该大概18岁左右吧。说说分纭呐，对不对？那纯粹，但说你大浓妆，我不觉得。我觉得还好，他是因为混血。没有，刚好那一张是拍去拍照，那个照片太多，照片选错。你平常的妆感应该是也是淡妆而已嘛。对啊。哦。其实我没化妆。但是你算是啊，当中讲到一点，我们是还蛮感同身受，就历尽人世沧桑，对，对不对？当一个年轻的小妈咪，是，对不对？然后又单亲。对，哦，辛苦，那还是要追求你生命中的第二春哦，不要因噎废食。对啊，正在寻找，有了，工作先重要。啊，但是你在那个环境很糟哎。对呀，你是说孙生没有道理？你说了孙生孙生路线，这种东西啊，真的，会不会最后爸爸是伟哥那种？对，这个是伟哥。再来看看我们的第六名，来。来看一下，目前有可能是哪一位？第二年轻的就对了，对啊，第二年真实年龄哦，雷拉，好，是雷拉，然后你已经是一个孩子的妈了，娇木姐姐，几岁的时候生小孩？18岁啊，哇，大家都觉得你27岁，把你看老了，原来才20，对，大家会觉得从他的这个履历。对不对？履历里面啊，觉得又是一个小妈妈，然后又感觉起来那个哈这样子，对不对？因为一般不会想说18岁就当妈妈，对，很难老，所以会把我想老。对对对，哦，18岁是被当妈妈，哦，被当，是是是是，公布真实年龄。24，那其实我11月生日的，所以应该不要23啦，23多一点，23、24，何雷伊啦。OK OK OK， 来来，请坐，谢谢，恭喜啦。